今天我追随韩市长到美浓跟岐山来发红包，我也来这个地方开始试水温，跟很多地方的议员、重要的人士都见了面，我都听他们的意见，目前的反应非常正面而且热烈。我也感受到韩市长在大高雄他的魅力不减。未来打算这一区的主力要放在哪里？是要针对客家选票，还是针对那个闽南选票去做强攻？全部都是重点。是。那这个我还是要回去，跟党里报告。是。要党里来做决定。然后决定之后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。过年之后。过年之后就会正式宣布要来这边努力经营的。对。是。这个地方我还要跟左南。拜托一下，我左南的乡亲很多人，今天有很多乡亲，是左南的也来这里，是来领韩市长的红包，是，大家都很希望我这次能够出来参选，是，相信要不管在哪里选上立委，我全部都服务。